好啦，又嚟開箱時間，咁樣就 Bandai 逼我買老翻，咁就依支格林機關炮咧，所謂獨角獸用啦，但其實新安州都用到嘅，喺設計上咧都有曬嘅。當年小説嘅特點火箭炮咧，即係 Verka 又好舊嘅講真。即係 Verka 就冇火箭炮，但係咧，我查過啦 ，Verka 係2008年出啦，火箭炮2009年出啦，咁好相近嘅。咁嘅一分鐘咧，其實咧係根本同時間設計好嘅，咁樣依舊咧亦都係設計好嘅，即係冇理由咧留曬位完美地擺到落去嘅。咁就講翻依個啦，咁樣就。大陸版，咁就如果買正版咧，就要殺肉就喺 FA Unicorn 嗰度殺肉攞嚟用啦。咁就依個就我覺得麻麻地咧，即係我買依個廠麻麻地咧，就係嗰啲位做得唔好啊，拍唔埋嘅。跟住依度有四個窿，要篤翻依嚿嘢落去咧。就係、是、我覺得係開模，即係啲翻模翻得唔好啦，咁樣總之即係啤得唔好，即係個件咧，其實左同右係一樣嘅，其實你只會裝嘅方向，依、這個裝嘅方向唔同，依、這個方向裝唔同啫嘛。咁但係咧，搞到嚟啦，誒長度咧，其實有少少唔同嘅，咁。跟住我亦都係冇剪細，有啲位冇剪細啦，搞到一扭咧就發白啦。咁開箱咧，本來咧就諗住咧就諗住裝上去嘅，但我升唔起咧，我就用咗 AA 膠咧黐實咗支鉛，即係黐實咗支。斧頭，所以咧插唔翻落嚟。跟住原本跟說明書咧係咁樣，左邊一把，右邊一把。即係我拆咗個鋼劍件佢啦。即係咁，你幻想下咁嘅樣，咁嘅樣，或者。我依個都可能黐實咗，即係用榴彈炮，即係榴彈炮咁嘅樣嘅，再即係榴彈炮咁嘅樣，跟住再上邊要跟翻依個窿啦，跟翻鋼劍個窿啦，即係個鋼鐵斧窿咁嘅上面，即係榴彈炮。大概依個位度咯，即係你幻想下個造型會點啦？依個噴咗光油，搞到有少奇怪啊！搞到有啲五金鋪光油咁樣少少咩啦？我終於將第二支，即係我之前小説就係小説嘅。火箭炮裝上去窗嗰度，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太大嚿，我覺得。但係你諗下，即係完美又可以扣，即係完美地扣住喎。設計到咁完美，但係分開賣，去到 OVA 版，即係咁先有，咁先叫做。咁點？好似要裝上去，裝上依邊先嘅，好似。即係總之就
即係點，即係點解設計到分開賣咧？搞到咧依個咧，至今都冇獨立賣咗嚟。P band 你賣拆嚟拆出嚟 P band 都好啊，即係又未試過。即係 High Grade Mark II Super Gundam 嘅嗰個組件要拆出嚟做 U N D， 唔係未試過，咁點解冇咧？總之啊，而家我就要維持喺依個組咪做完啦，咁就冇計啦，同埋個質素有啲差。嚟啲預告啦，睇下我有冇時間完成個 LG 紅渣，定係無聊又開坑啦。依盒就好似上年嘅，依盒好似年尾嘅，我淨買兩盒。我分鐘無聊得滯，又買多盒。即係依個係可以轉造型啦，依個係轉造型啦，咁樣。呢、这個就是預告啦，嚇、啊！下次開箱開依、这個，今日就係咁多。